你觉得自己会是个漂亮的女生吗？信不信由你，做女生比你想的要难多了呢。妆快要化完啦，还差一点点，不要忘了演唱会。OK， 只要一分钟啦。我今晚该穿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演唱会。好，滴答滴答，好啦，知道啦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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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间正在流逝哦，记住，我们可不能迟到啊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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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了，你要逼我是吗？那换你来做女生吧。啊，天哪，我不要做女生。这是这周最大的一坨。嘿，不错哦，那是你的，我会等着你哦。没错。OK， 裙子要怎么穿啦？有点紧，你不觉得吗 ？Chloe， 哇，要当妈妈了。我觉得你玩得有点太开心了。不错哦，其实我蛮喜欢的，对吗？这个更好些吗？就选它啦。是的，只有我觉得这场景看起来有点熟悉呢。耶，任务完成。有试过这些吗？怪异的事情要发生了。这是我的尺寸吗？哇，你们是怎么扣上这些东西的？说真的，简直不可能嘛。OK， 快要成功了。好啦，男生真蠢。哈哈，我高兴，我很有才。如果你想扣上胸罩，只需反过来戴上，然后手臂伸进去，这样就 OK 啦。哇哦，这又不是我第一次 ，David。现在我自己可以解决了，扣在前面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进去吧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现在该弄下来了，应该很容易吧？嗯，让我把手伸过去。我先留你自己解决啦。哇，哦，真是一场灾难！我好像有碰到挂钩了。我真的很讨厌这个蠢东西。Chloe， 快来帮帮我！准备好，真正了解女生的感觉了吗？化妆时间到。我一直想知道口红，像 Chloe 一样涂吗？我可以做得到，对吧？我这样做是对的吗？嗯，看起来是很棒啦。是的，不要忘了均匀的抹好。就像那样，腮红能有多难？诀窍是把它涂在颧骨周围，妆不要太多，特别是在画眉毛的时候。哇，快看，我一定要戴戴看。你确定准备好了吗？那根白色管子里有什么？ Chloe 应该知道吧。女士，想要一朵花吗？闻起来像你一样很香呢。假睫毛也可以那样戴啦。我想我需要更多胶水。OK， 把它放在睫毛线上。有镜子吗？嗯，随机应变好了。有点燃烧感呢。
我睁不开眼皮了，我要去洗掉它们。嘿，我有礼物要给你哦。是好的还是坏的惊喜啊？不，太糟糕了吧？那是什么啊？啊？在他让我穿上高跟鞋之前，我必须先跑了。来啦，快点！他离开了吗？啊！哦哦，你是躲不掉的 ，David。嗯，好啦，准备好自己的男人脚吧。这些是我的尺码吗？真的好挤哦。现在是困难的部分，稳稳的。我不知道我能忍多久。天哪，我要倒下去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哇，我们会多加练习的。黄瓜片，一件舒适的长袍，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：美容日。准备好彻底放松一下了吗？这张面膜可以让你的皮肤如丝般柔滑，只需将其放在你的 T 字部位上即可。哇，这是真正的碳吗？我是蝙蝠侠，我敢肯定蝙蝠侠也会喜欢美容日的。哇，你们真的很放松哎。我们肯定是睡着了，来吧，是时候剥掉它们了。一定要慢慢的。啊，它是和我的皮肤融为一体了吗？下巴那里快要好了，我就像一条蛇脱掉了皮一样。哦，看来你还粘上了毛发，完成。这面膜真不简单啊！我的皮肤好刺痛哦！天哪，我必须这样做吗？哦，是的。好了，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下长指甲，虽然它们是塑胶制成的，它们就像橙色的爪子一样。我要戴十个吗？好黏哦，小姐，我要喝水。啊，这需要很集中注意力呢，弄得我大汗淋漓啊。还有一个，哇，嗯，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，哈哈！小心，嗯，是的，我要去洗手间，要把坐垫放好。认真的吗？好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。我不能，我没办法拉开拉链。拜托，我真的需要尿尿了，我快要忍不住了。快打开，求求你！啊，天哪！现在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穿裙子了。这些东西虽然小，但很厉害呢。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一天的女生吗？不要忘了挑战你的好友们哦！你不用独自尝试这些东西，对吧？把影片分享给他们，看看他们是否觉得做女生像看起来一样困难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！